今天要去哪里？要来拜访两个好朋友。呜呼耶！小白做三份工作，还有榜眼这帅哥，从地狱飞上天空。哦哦哦哦！现在马上要带大家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新朋友。为什么要身兼三职？重点都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工作。你把你的工作当成是 job 还是 career？ 因为当你今天如果把你的工作当成是你的 career 的话，其实你就会愿意去为它多做一点点付出。你从数字来看，你会觉得是三份不一样的工作，它其实都是会完成一样的目的。像我在 Microsoft 工作，其实我做的主要的工作是要去 promote 所谓的云端。就会需要多一点点的让消费者感兴趣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才做 YouTube， 才做 Podcast， 然后才会。你还做 Podcast？ 开玩笑，只要你想得到的事情，我们全部都做了啦。哇，小白姐的包包突击检查，当当。这是我一定会带水壶。那第二个就是行动工作者一定要带电脑，笔电。对，我这台电脑就是平板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让它那来。怎样？我会把我每天都要吃的这个保健食品，你看我一次还要带三条，你看哦，天露 every time 放在我的包包里，需要补充体力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撕开，然后就会觉得噔噔噔噔，对，就像超级玛丽又吃了无敌星星，然后又可以往前冲。为什么叫天露？就是因为它除了人参之外，还有鹿茸，它是跟纽西兰鹿业局去合作，一样嘛，是政府的单位。一个是韩国的政府，一个是纽西兰的政府。而且你今天打破了一个迷思，因为我也有在喝天露 Everytime，但是我都自己喝。我想说这是男生在喝的，回去之后我也要叫我老婆一起喝。是因为这样子你们才会可以夫妻一起都很健康，啊，一起很健康很重要哎，而且鹿茸真的对女生很好哦，因为就是可以让气色红润，其实都这样的，气色红润啊，对你又好了。你老婆以后就可以把腮红的钱省下来。重点是要开心哦，一定要保持开心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小白姐，非常谢谢浩子，谢谢，拜拜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 Alex， 浩子，欢迎。眼前这位 Alex 就是让这个 survey 问卷呢变成 a piece of cake 的男人。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我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开箱，你看这里，这也太宽敞了吧？对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公共区域。哦，这个很难说五个人一起群聚也这么大，这也太舒服了。觉得有一点点少了一些绿意，如果再来一些什么盆栽啊，那些花花草草的，这都会有更自然的感觉。就厉害，有效率。那除了这些比较欢乐的食物之外呢，我们也很注重员工的健康。对，所以就像你看到的，我们提供了这个最高级的保健食品天露 Everytime 给我们的员工。那这个保健食品呢，等一下，这真的是给你们员工？是的，不是只有你自己喝？没有，他就放在这个地方。你把这个给你的员工？对，这一个 mini bar 呢，从这边到这边叫做照顾员工，那从这边到这边叫做爱他的员工。你提供天露 Everytime 真的是很爱他们。是是是，你真的好有爱哟。哎，好可爱的狗。因为你知道狗就是狗来旺嘛，是它是一个我们的吉祥物。哎，那你有吉祥物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的吉祥物吗？啊，我有吉祥物。你看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鹿吧。因为之前我去过纽西兰，我看到那边的鹿呢，就在那个一大片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，这样我就发现说，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自由自在。对，所以我的吉祥物就是鹿。这样，你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我就吉祥物啊，不是不是，摸对摸对摸对。怎么会想到在25岁的时候就创业呢？创业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冒险啦。当然，那这段过程你要投入非常多的热情在你的工作上面，然后一步一脚印的一路走到现在。那我觉得这就很像我刚刚分享到这个天露 Everytime 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。那其实呢，他们花了30年的时间去研究，然后呢达到了7项的专利作品。那同时呢，他们也不计成本的从这个纽西兰去空运鹿茸到韩国做生产。
那我觉得这样去追求这种产品的品质做到最好，是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件事情。工作量那么大，那你如何把自己维持的这个状态这么好？平常就是运动啦，然后让自己可以比较好睡眠之外呢，我有在就是开始饮用这个天露的 Everytime。等等，其实我也是用天露 Everytime，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，它严选六年跟高丽参啊，然后纽西兰鹿茸精华这两个武林高手催化之下，对我而言最明显的帮助就是很帮助入眠。所以我想请 Alex 帮我们想要创业的这一些朋友们鼓励一下。我觉得创业就是一个不断在探索自我的过程，那怎么样在这过程中找到工作的乐趣，然后不要放轻易的放弃，最后呢去好好享受这个一路上发生的不管是挫折啦或是成就感，那我觉得这就是创业最棒的一件事情。太棒，谢谢 Alex， 谢谢。